果當日我冇開過一槍，劉少可能而家就喺你身邊度。佢冇得揀㗎。如果嗰陣時候你唔殺死佢嘅話，就係你死。係劉少自己選擇咗佢嘅路。我哋最近接到一封告密信，控告一個卧底探員。你哋懷疑徐天堂就係銷毀證據呢個黑嘅？一定係徐天堂，佢發現咗當日嘅檔案，俾我攞走咗。一定要在我手上搶回賄款的證據。徐天堂，你不是真的收客吧？徐天堂有事怎可以不拼命？我想調回轉，如果我有事，他都會一樣拼命。如果這一刻我要死的話，我最後他沒有做的事就是跟你求婚，你願不願意嫁給我？